来，噔噔，好，这个大家期待很久的 Tiffany 色阿米桶终于到货了。那功能，阿米桶就是顾名思义，它是可以载重，好，上面可以耐重到100公斤。那包含后面这个扣具，也是很用心，这个连这个颜色都是一致的，这个是一个水管夹，你的水管可以插在这对这个水桶注水，平常露营的时候就是它当作一个置物箱比较好分类。好，那装上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后面两个这个盖子后面两个扣，后面先靠上去，然后前面这边再盖上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来，今天还有一个NTF88 360度五特电扇小改版到货了。这次电扇里面也都附一张说明书，那买完的时候记得扫码，我们全新的保护书扫码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电扇，前面这边有三个这个铁环往外拨，这三个往外拨可以把这个铁罩卸下来。好，记得这时候是要断电的状态，这时候就可以很方便的做这个清洁做擦拭。上方按钮的部分这边有档位可以选，那总共有三个档位，一二三档就是强中弱这个样子，然后旁边这个是控制摆头的方向，压下去就是它会摆头，拉上来就是锁定，不要它在运作的途中强行用手去左右扳它，因为它的齿轮不是左右转的，它是上下左右转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插电来试一下什么叫上下左右转。好，那我们要收纳的时候也是头回正的时候把这个拉杆往上拉，做一个锁定的动作再关电。好，这一次呢有一个新的特色，这台电扇呢可以比较完美的放进我们的这个 RV 桶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先这个拆开这个电扇，就是这次改良的地方在这里啊。这下面有一个这个蝴蝶螺丝，直接把它放松，放松之后这个垫片也取下来啊，这个螺丝推出来，变这个样子。好，然后这个记得按顺序都把它放回去，这样下次你在用的时候才不会不见。好了，我们拿出我们刚刚这个阿米桶，好，阿米桶拿出来。这个脚座脚座放的方向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铺的这个轴承朝侧边圆头朝这样放下去，这样是我们测试过收纳最小的完整的放下去，你看这整个切起齐平它不会去碰到。好，以上是这一次有关这个最新到货 NTF88 以及 RV 桶 Tiffany 色的复刻版，谢谢大家。